国军三军六校院112年班联合毕业典礼日前于国防大学复兴岗校区举行，这是疫情后首次恢复办理，由三军统帅蔡英文总统亲临主持，并亲自为1992位毕业生挂上军阶，成为国军新血轮。不仅意味正式迈入军旅生涯崭新阶段，也代表将传承荣耀与使命，守护国家安全。毕业典礼当天，蔡总统在典礼中授予毕业生代表象征责任与荣誉的军阶以及毕业证书，同时也颁奖表扬成绩优异毕业生，与家属们共同分享新科军官们的喜悦。这枚军阶代表着各位准备迈向军人志业的起点，同时肩负起保家卫国、守护人民的重责大任。面对毕业后的道路，我期许大家无论身处顺逆之境都能够勇敢面对，我也会和大家站在一起，共同捍卫国家主权，守护民主自由的价值。希望各位秉持国家责任、荣誉等信念，勇于尝试，不要害怕挑战和失败，也谨记军人荣耀、稳健、自信地走向未来的每一步，也让国军走得稳健、强大的下一步。典礼后，蔡总统特别接见12位来自友邦国家的学生，象征着与邦交国建构永固军谊。同时，总统也期勉国军学成归国的留外学生，将所学回馈军中，为为国用。在美国习得各项不同的组织架构，然后教育方式，以及军事训练的模式，我希望可以从美国所学的这个部分去无存菁，融合进国军的现有体制内，让国军的战力更上层次。我在陆军官校差不多4年，我学会很多东西。I hope that ou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can keep growing and be more stronger than before. And so, why do you want to choose the soldier school? To 保护我国家，保护我国王。保护我的家人，我的好朋友，谢谢。本次能够在复兴岗一起参与三军六校院联合毕业典礼，让我更能感受到三军一体、同根同源的精神。日后在陆军装甲586旅服务，也期许自己能够持续精进自我，成为未来国军的优秀骨干。那在师长指导下，今天完成6年的学业，那我也在上周通过了医师国考。那今天顺利挂接中尉之后，那未来也非常期许自己可以利用所学，未来继续在医院以及部队守护全民及全官兵的健康。毕业之后，对于政战干部自己的期许就是希望成为一个有温度的人。那到基层单位之后，希望能以正面的能量带给部队的官士兵正向的影响，那以力提升整个部队的士气，强化精神战力。在毕业生中有来自理工学院、中科院代训生，以及首届国防学士班学生，展现国军多元就学管道，为捍卫国家安全共同努力。非常荣幸在高中毕业后能够成为国防学士班第一届的学生，在国军及清大的培养之下，兼顾学业与军事的训练，我将带着学校所学至成功级军舰上担任通信官，肩负起捍卫海疆的责任。我们和阳明交大有共同创立一个是系统工程与科技学士学位学程。我本身对于国防科技有些兴趣，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会希望可以为国家贡献一己之力。那在中科院之后进入工作的话，可以有研发的专业，那也结合国防的产业，那为国家的国防科技可以有提升的部分。整个毕业典礼结束，蔡总统与全体毕业生合影留念，毕业生们兴奋地将大盘帽抛向天际，象征迈向军旅生涯的崭新挑战。我从台南开夜车上来，非常感动的来参加，今天看他受接，我非常高兴，
真的非常高兴，我也有点感动。我希望他们从这一刻开始回馈给部队，回馈给社会，回馈给国家，这是我非常大的期许。我相信也是在场这么多家长来参加，我相信这也是他们的心愿。女儿长大了，对对对，然后来参加她的毕业典礼，就觉得很开心，然后也有一点忐忑，对对，因为就是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下了部队进入军中，那才是最大的考验。从一个冲动、莽撞，到现在会去思考，会去学会承担，哦，这是我这几年来所看到的，哦，他自己有在成长，自己的后面的路自己要学会自己去规划。家长再怎么的担心，也是以后他的路要自己走，所以说，只有祝他，哦，就是展翅高飞，用心的去飞吧。